被庄思敏串爆 Cammy 猪扒大改造。自从 Cammy 和 EDC 的恋情曝光之后，就即刻被各界围攻。早前同行庄思敏更加串爆咁话佢个样似阿凡达，个样奇奇怪怪啊！唉，吓到爆的 Cammy 就即刻要嚟个丑女大翻身，唔好被庄思敏睇死啊！正所謂十八無醜婦，邊靚個樣啊，使乜去整容啊？靠化妝師同埋髮型師執多兩執，乜靚樣都執翻曬出嚟啦！你睇下邊個仲敢話你似阿凡達？邊個話你似撩撩先？OK 幾靚啊！今日佢仲少。其實我都有點不開心的，不過他也是一個前輩，他說我不懂說話那些，我都努力學習怎樣可以說話會好一點，還有說出來感覺令人好一點。我自己又不覺得，他的看法我不知道，即可能是咯。我覺得自己不像就得啦，唔似啊。其實我都即係冇話邊個啱唔啱嘅，咁佢可能講嘢直接，佢真係咁樣諗，咁佢講出嚟都對佢自己嚟講可能係好事嚟嘅，我唔知啊。其實我覺得做 model 應該嘗試多啲唔同嘅造型啦。咁其實今日都幾 special， 因為我之前都冇影過啲咁 grand 嘅造型。咁又即係個頭就咁爆啦，啱啱就有個好爆嘅頭，咁樣又搽紅唇，咁其實係第一次啦。我覺得即係都係一件好嘅事嚟，因為我就都想嘗試多啲唔同嘅 style。